话的小朋友要被妈妈揍的哦。我来了，我打了。给妈妈吃一口啊。妈你有这么嫌弃我吗？你整天把口水搞到我的手上脸上，我都没有嫌弃你。造孽啊。你好你好你好，亮亮亮亮亮吗？亮听话吗？亮亮亮吗？亮不准亮啊，这个样你自己不会抓吗？你这么懒还用妈妈给你抓？我不管你给我抓，我这里养，我哭养。你是瑶瑶？瑶瑶。你会叫姐姐了吗？哥哥。哥哥呢？也勾住我心里的魂，棒棒棒棒棒。